欢迎大家，我哋今日好荣幸可以邀请到 Dr. Jason Kwok 嚟帮我做呢个访问，关于健康嘅。而肥胖咧可以引致好多嘅毛病嘅。咁头先我哋所讲嘅三种物大嘅问题咧，心脏病啊、糖尿病同埋呢个癌病咧，都同即系唔多唔少同肥胖都好大嘅关系。系有一只新嘅疫苗，咁将会喺明年就会推出嘅咧，系预防呢个中国人所谓生蛇呢个毛病。即係正式西醫嚟講，即係叫做大臟疱疹呢個病。呢個病咧非常之咁痛嘅，可以好辛苦嘅嚇。咁而家已經有一隻疫苗咧就可以推出㗎啦，應該明年可以正式喺加拿大推出。食嘢多元化，樣樣都食，吸取佢唔同嘅營養，咁一個均衡嘅營養咧，就可以保持好嘅身體健康。